在元代，有一批画家复兴了董源和巨然的山水画风格，并且沿着赵孟頫所开辟的风格路径继续前进。他们有意识地去追求和实践古雅的趣味、品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位画家，就是我们所说的元世家。元世家是指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这四位山水画大师。黄公望、王蒙和倪瓒是以用笔见长，后面一位吴镇是以墨法见长。今天我们主要谈一谈黄公望和王蒙的山水画艺术。黄公望和王蒙受赵孟頫的影响比较深，他们用笔的技术方法很多都是得益于赵孟頫。黄公望所画的景物，也就是江南的自然山川，比如说虞山、杭州附近的像富春山啊、富春江沿岸的这样一些景色，而这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江南真山。我们可以通过《富春山居图》来看一看他在艺术上的成就。这幅画目前被分成了两段，其中很小的一半啊，大概一尺多长，藏在我们浙江省博物馆；另外一大半是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我们可以仔细地观看一下画面，让我们把时间留给画面。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感受到黄公望所推崇的董距的传统。他沿用了董源和巨然的披麻春的风格体系。画面采用的是平远、舒缓的这种构图方法。这些都是董源所开辟的江南真山的构图样式。那么黄公望的创造性又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说那就是他的笔墨。像金浩一样，黄公望也留下了一篇山水画论，叫写山水诀。在这里他谈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体会。他说，山水中用笔法位置筋骨相连，有笔有墨之分，在描处糊涂记笔为之有墨，随笔不动描法为之有笔，是画家紧要处，山石树木皆如此。他这段话里面和金浩的笔法记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说山水画的笔法就是筋骨相连，筋骨这些都是从金浩的笔法记里面沿用下来的术语。那么什么叫有墨？有墨就是用笔的时候，在描画轮廓的时候用笔比较模糊，叫糊涂起笔，这个叫有墨。我们不妨仔细地欣赏画面中的一些细节，看看他说的技法，他在理论上做的这个表达能不能在画面上得到验证。有笔有墨，这是黄公望对山水画的理解。黄公望特别喜欢用枯笔干皴，用长线条来勾勒山体、石头的轮廓。枯笔干皴给人一种毛茸茸的、莹润的感觉，而且它的皴法啊，它的这个线条是前后交叠，能够制造出一种前后的立体感，制造出一种前后关系。所以说我们看他画的这个山体感觉是鼓起来的，是凸起来的，是有立体感的，这是和他的对皴法的这个线条的特殊的组织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是有结构感的这样一种线条。他这种交错的线条、结构感的线条和五代巨然的董源的线条是不太一样的。他这种线条呢，其实和赵孟頫的这种皴线关系比较接近，也就是从赵孟頫那儿得到的一种用笔的方法，一种带有跳跃性的线条，而不是一种平行关系的这个线条。在画树叶的时候，黄公望直接用墨点点上去，
这样就和枯笔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黄公望说他作画的时候，对于怎么用墨，他说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奇境远近。也就是说，在落墨的时候要先用淡墨点上去，然后一层一层的积染，等积到一定厚度的时候，再用焦墨浓墨去进行点染，这样就可以分出远近和明暗的变化。在黄公望的笔下，笔和墨浓淡干湿这种变化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富春山居图》历来被视为一件不可重复的重要作品。它的画面充满了随意性，显得是那么的生动自然，就像刚刚完成的作品，或者说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实际上黄公望创作这件作品前后用了很长的时间，有将近20年的时间，所以这件作品是很神奇的山水画杰作。它这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感一直到今天还会马上就会打动我们。画面上这种点啊线啊，还有大面积的这个色块啊，还有这个黑白灰色阶的这种变化，就像一首华丽的交响乐。这件作品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形式主义艺术，或者说是中国的抽象艺术。除了《富春山居图》，它的《天池石壁图》，九凤雪霁图，富春大岭图等等，都是一些经典之作，值得我们去耐心的细细的加以品味。王蒙是赵孟頫的外甥，他的绘画受赵孟頫的影响非常深，对后世的影响啊也非常的大。像清代的士王、石涛，他们很多绘画技法都是得益于王蒙啊。当然，像明代的沈周也是深受王蒙的影响。王蒙的绘画，我们说两点：第一，就是皴法的类型比较丰富，整个画面带有一种运动感，可以非常有效地传达出跳跃起伏的变化，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对王蒙产生了一些误解。比如说看到他的画面，看到他的牛毛皴、解锁皴这些交错纷乱的线条，就认为他的画像梵高的画一样，表现了内心深处的一种痛苦啊，一种纠结的压抑的情绪，进而认为这是元代知识分子受到了异族的迫害，内心充满了苦闷情绪，是这样一种情绪的宣泄。其实我们讲王蒙的这个皴法和笔法只是艺术上的一种特殊的创造。除了皴法之外，王蒙在构图上也比较饱满，比较繁密，这是他和其他几位元代画家不同的地方。从他的轻便隐居图、葛志川移居图、太白山图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画面构图饱满而又复杂，但同时不显得拥挤，因为画中的溪桥、路径的穿插，这种位置的安排都非常的合理。所以说呢，王蒙在构图方面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位艺术家。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他的《轻便隐居图》。这件作品非常特殊，非常非常特殊啊！画面上有一种自由自在的，同时又一种神出鬼没的、难以言传的感受。这个神出鬼没、难以言传，指的是他画面上有一种光感、光线的这种复杂的这种变化，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中国山水画一般是很少去表现光这个问题，但是这幅画里面是有这个
感受，所以我们叫它神出鬼没。好，这件作品无论是构图还是用笔，都给人一种怪异的不可琢磨的感觉。西方有位学者叫罗月，他曾经评论过这幅画，说这件作品简直就不像在描绘某段山水的景色，而是在表现一个恐怖的事件。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其实就是大地的生命消长。哎，这个罗月这句话啊，就说得很有意思，这种造化的神奇就在王蒙的笔下呈现出来了。说王蒙也能像造物主一样，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能力，具有了一种神奇变化的能力，这个评价很高，有点像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我们看构图，这幅画画面其实非常的拥挤，山体扭曲而又狭长，山体结构的衔接有时候还显得不那么自然，比较别扭。这幅画的明暗对比也是很强烈，同时呢，在用笔上也是千变万化，干的、湿的、纵横交错的这些不安定的线条就排列在这个灰色的山体上，有的时候这个笔还开叉，看笔锋我们就知道他这个笔用得很随意。这些细节啊，王蒙也都不是特别的在意，整个画面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的操纵，画家就像在玩魔方一样自由的组合山体数实，组合自然形象和笔墨，这里面有一种高度自由的一种神秘莫测的状态。明代有很多风格奇幻的山水画，可能和这幅画有一定的关系。刚才我们讲了黄公望和王蒙这两位山水画大师，这两位深受董源和巨然的影响，也深受赵孟頫的影响，他们在用笔方面直接得益于赵孟頫，这就是我今天要强调的这个内容。好，谢谢大家。